好吃点，什么叫那个死亡楼梯？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从来都不骂不小心。嘿哟。不是你好歹说完再射呀啊！这么快就开始射了？大家好，我就是这个大炮，么么哒。妈呀，这口炮呵呵厉害了，好不好？哇、哦哦，还能射大哥哥。妈呀，你宙斯啊啊！哦哇，一头鼻屎还射下来了是不？我这个是啥啊？可以射光电球，你看，哇，射一排，这么骚气的名字都被你给造了是不？呜，对，哎，哇，我上来了，自带特效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你怎么这么快就过来了？嘿，哼，技术娴熟，没办法啊。妈呀，又是鼻屎，叮叮叮叮叮，好大几坨。妈呀，连环挖鼻屎，就你可以干出来这种事儿啊？呜，嘿嘿嘿，呜，等会儿，你这武器难道就没有个上限的吗？啊？你被骗飞了，哥哥！我跟你说，这个游戏其实非常简单，只要我躲过他的重重障碍，然后到了终点就可以了。你看，然而并到不了。等会儿，站起来，行不？啊！别让他把我射回最初的起点了，我可不想见到他青涩的脸。我去，哇！等会儿，让我站起来。看我放光电球，彪彪舞！把我电的直哆嗦。你身上都带电了，哥哥！我跟你说，哇！我现在要认真了。让我爬起来！你要认真了，那我还能玩吗？我我站起来行不？站起来！不，如果我现在这样对你，你等下会不会报复我啊，哥哥？你把我射丢了，你说我会不会报复你啊？啊！天，我好怕呀！嘿嘿，既然是这样，那我就再用点力吧，反正要被报复。我原以为那是个激将法，妈呀，为什么还更厉害了点呢？哇！你咋的？两个武器还能一起射的话，我啊！你怎么又过来一个简单拳？你这么厉害？我哪过了啊？我就过了俩。你能不能给我加餐呢？呜！等会儿。啊！这连环电，我去！啊！我又站起来了。满屏都是放电。完了，还剩最后30秒。哇！你过来了！我天哪！我现在要加油了！来吧，不戳！呜！你哇啥呢？我直接飞出去！你哇啊！超级一坨大鼻屎把你飘飞！哎，你怎么不是从开头过来？哼！你以为你把我打回去了，我这检查点没用了啊？白造了是吗？哇！嗯。我这关真过不了了。三叉戟呢？我三叉……哎，时间到了！时间到！我天哪！我都震惊了。哈哈！我是射的了。到我了！啊！我的天！我射他！错！我的天哪！救命！这感觉太爽了，我终于体会到你的感觉了。妈呀，简直是上帝视角啊！啊！对，你给我丢屎球啊！满足一个上帝！我去！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不至于吧？啊！看我这地雷！呀！你过来呀！啊！哇！直接把你吓飞了！来吧，雪莉！我跑！我脱！哎，等会儿怎么还有防护罩这玩意呢？啊！看我的弹弹球！你对我丢了一个什么？畏惧吧，小媳妇啊！什么长的？这是弹球，好不好？哦，来吧！哇呀、yeah, 橡皮球，挂了吧？啊，这叫以数量取胜，知道吗？来，在墙面的瞄准，错！哎，等会儿，射！我发现有个地方，我好像可以躲进去。完了，我没办法过这个。你还有地方可以躲呀？啊，哇、看我多射一点。我射到你那个坑里去，是不是还想躲坑里啊？哎，换成你人呢？宝宝心里苦。耶，被我射丢了。宝宝的手柄一直在震。哇，你手柄还会震呢？哦、我怎么没感觉我手柄震呢？热、我的球来了！喂、不是，不是、怎么的？救命啊！就到了第二个检查点呢？啊？哦，我再射一炮。你真让我过了一个。热、嚯！我所有东西都弄出来。我差点就可以躲进去了。看你怎么玩，好不好？哇，我是求真弹来弹去哟，我都炸得焦黑了，能不能啊，哥哥？来吧！不，我把所有东西都放出来了，我叫你过来呀！我起都起不来了！哇，太爽了，这感觉！来，我手里再放几个球。哎，人，他是粘在哪儿呢？啊，我瞄准看看。哦，哎，我都回最初的起点了，我弹球呢？啊，来。让我巧妙的瞄个准儿，哇，在这儿呢啊！你过来呀！哇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要起来！我看你直挺挺往地雷上杵啊！你疯了是不是？哇！又来了！我是被炸上去的！啊！
妈呀，两个地雷一起爆，爽吗？啊，热啊！两个地雷根本躲不开，还是四十秒？为了躲球就会按到地雷。我去！啊，你啥时候上来的？哇！我躲！不要啊！撞死他！我的小球球！三十秒还剩三十秒了，再来几个地雷！哇吼！哎，等会儿我没子弹了，我去！大哥，你等你，我的子弹，我子弹！哎，别！耶！好个锤子！你怎么突然有子弹了呀？好个锤子！不能！还是十五秒，坚持住，没子弹了！啊！赢了！好像是！三、二、一，嚯！我来了，小媳妇！嘿，我可是一个神奇的大炮！哎呦天哪！你怎么躲柱子后面？你咋的又换武器来了啊？这是啥呀？这是？妈呀！你还喷水滋我？我求求点水水！哎呀！冰火两重天是吗？啊，水火两重天，我的哥！不，你怎么？我就这么上来了？哇！还让我的屏幕卡了，没想下。哎，那我这个是干嘛的嘞？这还是个上楼梯一样啊！哇！这啥玩意啊？有用！炸弹吗？好像是一个炸弹哦，差点碰到后面那个炸弹了，吓我一激灵！哇！耶！等会！让我站起来，站起来！哇！又碰了一个！要被球球！啊哈！我又站起来了，你完了，我跳，嘿嘿，请叫我小丑，这么厉害，我跳的高不啊？话说这是啥？好高，终于有一个靶子，我跳，我被弹回去了，救命啊！啊，厉害吧？大哥让我站起来行不行？我弹到了第二层，我去，有人把我弹回起点呢？啊，快来，我的哥！我要回来了！妈呀，你布阵的不好了是吧？啊，给我放这几个雷！我天啊，好恐怖！可别碰到了这个雷！差点被烧死！耶！我来了！妈呀，我可以过了这关，我觉得！耶！哇！等会儿，让我站起来，行不行？我站起来了！耶！水！这水有啥用啊？哇，你现在特别会飞啊！我发现。我你喷还被怼回去了。水压挺大，我嘿，哎，不是，我可是高压水枪，等一会儿，高压水炮，啊，我被弹回来还不说，还碰到了雷，思考过才布的阵是吗？啊，对，哥哥，哎呦我天，来，哎呦，又放这么多炮了，哎，你怎么又过来？我天，马上就要到终点了，嘿，我就不信了。我死命的放，看你不信我信行不行啊？我信了，好不好？不！哎，我信了，好不好？我能不能信？哦，等一下，还有四十秒，我还有机会啊！不是，不会这样到一楼吧，大哥？啊，我又回来了。你这么巧吧？我先。你能不能不要说这么巧啊？你是射我的，还在这说不会这么巧吧？等会儿。让我上去，还有二十秒啊，哥哥！啊，对，还有二十秒。哎，我躲，我在闪避，我躲，不，我是闪避啊，闪避！哇，能不能跑逃回去？还有六秒，疯了，完了，哥哥，怎么办？哦，死了！耶，又完了，不至于吧？哇哦，这关好像跟其他关卡不一样啊！我是一个小小的奔跑者，一共有两条路。轮到我，不是哟？你确定你在跑吗？啊？嚯！我射，切！不是，这么快过来呢？啊！看我的机关枪，十八，啥情况？哇！你可以在上面飞呀，哥哥！我射了这么多枪，一枪都没射到吗？难道？哇！走你！快！我好像把这个地变黑了。我再射，瞄准目标。射击！不，我自己飞下去。哈哈，是不是我吓的啊？吓到手抖了吧？嘿嘿，我手特别抖。哎呦，还好，过来，把这个地给射黑了。呀，是不是感觉有点粘粘黏黏的呢？啊，不止，这个世界都在晃的，哇！哇，这个世界都在移动，哥哥。我又成功被射下去了，再来一发。啊，没射着。啊，吓死我了！箭射。别叫！看我的砖块机关枪！走！没有！可怕！太完美了！妈呀！好，再来一炮！你是不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感？没错。你怎么那么
准呢、别那么远，你这个地图炮。因为可以瞄准的啊。错。哇，太爽了！我天，哇，第一次当圣地，啊不，这好像第二次了，还管他第几次了，反正射得很爽，吧唧，哇，没子弹来，我掉下去了，我掉下去了，啊，幸亏你掉下去了，我的子弹又上膛了，哈，射击，救命，救命，救命，四八，啊，我的机关枪，哇，我的一发都没射到吗？啊，转动了起来，哎。这个地方你被我染黑了，我的地怎么黑了？正所谓近墨者是近朱者黑呀。耶，一个新的检查点。妈呀，我说反了，我妹居然不知道。啊哈哈哈！嚯，我主要是为了过关好吗，哥哥？你竟然还跟我近墨者赤啊！耶嘿，这是哄你一下子，好不好？过不了关了，爸爸过不了关了。死！哎，没射着。你还死吧，我不死。你让我死，我就死，强行不死。我的世界。先把这个黑，然后再射你一炮。我不走这条路了，我换条路走。我这个计策真是好的不停啊！可以走好多条路，想走哪条走哪条。真的吗？啊？走这条是吧？啊？哟！宝宝心里苦。是。新检查点到了。我去。哎，我怎么离你那么远呢？我。你马上要到终点了吗？不至于吧？没有，好，离得好远。等会儿，你不要逗我好不好？你怎么不射我了？啊！就差一点点到终点。我赢了。这是最后一把了。没有，我又是人。来吧。嘿，哥哥，我现在也是地图炮了。还想用砖块射我呢？啊，射不着。你看，我三下五除二就这么上来了，迈个三步似的。然后，你看，第一个检查点，就这么巧妙的到了。哇，这么快，这么快，真的让我散步啊！啊，哎呀，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呜，等，啊好，嘿，掉下去了，你把我射下去，厉害，不愧是萌萌的西将。看来我要小心点了，我跳着走行吗？跟马里奥似的，射我呀！等一会儿射晕了，我又站起来了。你射不着的好不好？还射？没子弹了吗？感觉我要赢了这一关。太远了，有那么点看不清。好，我又站起来了。咦，这么快？还是两个检查点。哇哦！好，只要到上面去。哎，等会儿。屏幕都射扭曲了，我去！哎，哇！你不能射着我！哥哥，你太厉害了吧！没有，我只是在散步，行不？我没有炮了，我没有炮了！我叫你射这么久啊！哇，射不着了吧？哇！不是！耶！赢了，这么快！简直爽爽的！那行，那本期视频先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